したって消せない夢も止まれない今も誰かのために強くなれるなら何度でも立ち上がれ。我最喜欢长短的男内容。OK， 这个的话是 Empresso 的 Love Pillar Mitsuri 的，这是 Normal Version。他们有另外一个就是颜色比较不同的，那个叫什么？什么 Chromatic Herochromatic Herochromatic 的 Version， 就是它的颜色有点不一样的。Edit 的时候去 Google 一下，我讲的对不对啊？Heterochromatic. Okay, 我们其实先 unbox， 先看里面是怎样子的。那盒子就是这样，好小一个。呜。哦，就这样子诶，两个。那是我那个脚，一开始我还在想，如果没有那个 base， 是不是不要放那个 base？ 结果是不行的，因为它的脚就已经是有这个。好了，就这样。它就一个 base 跟它的那个脚，那就一个 base 跟那个 figure 这样子诶，就。跟之前的 Vampiro 的 Shion 比起来，他们还可以 attach 这样的头发啊这些东西，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第一点，我就想他没有做到我很满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 Love Pillar 有一点蛮对我来讲很性感的，就是他的那个大腿，他大腿那个的那个细节没有做得出来了。他现在他这样子 close up， 你看他是来。就没有那个层次了，那个layering， 就很像怎样讲呢？我show你们就很像这样子。不用了，谢谢。在这边就有点那种 coloring， 它的 color 就没做很好了。嗯，这就是在脚的部分，都出现在脚了。就有点，哦，我的他的瑕疵都在脚方面，就那个 color 没做得很好，就那个刀的 handle 是比较软一点，但这边是比较硬。仔细看的话，就是他的。很明显就是它有你看它有一条线，它身体有一条线，就是它做的身体只有这部分啊，就是肉色这部分，然后其他就是衣服，就不像是一个 figurine 在穿衣服的感觉，就是那种被割出来的。不要讲啊，好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就应该他知道我们会看啦，所以他屁股的那个线有做出来。But 他另外一点做的不错，我们来讲做的不错的就是他的手的 detail， 虽然很小吧，他有做到那个骨头那种骨头的感觉，那种骨头的那种 cutting 这些都有做到。嗯，头发也是不错，所以 overall 的话，我给这个 figurine 的话五颗星，我给三颗啦，三颗，因为不错的地方还是有做到这样子，然后 OK， 就这样，我们下次见。
再测一次。